看来这位姑娘对潘某有意，那今晚你便跟我走吧。四大宗族，我不甘心只居于末位。殷雨楼只手遮天，事事霸道。纪善堂的雇佣更是贪财好利，只要把银两给足了。 你让他往自己亲爹身上扎两刀，他眉头都不会皱一下。还有生死方的蔡生，就是个十足的莽夫，有勇无谋。这一仗，潘大人要打，我愿相助，登四家之首。青姑娘相信潘某会赢。我看男人的眼光。 从来就不会错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拉帮结派，狼狈为奸。不过口说无凭，青姑娘，是不是该略表一下诚意啊？潘大人放心，我已为大人备好了一份见面礼。 来，祝潘大人在河阳一帆风顺，青云直上。祝百花宫鲜花着锦，辉耀河阳。换一曲。是。 扫了大人的兴，还不下去领罚？是是。等等，曲有误，周郎顾。看来这位姑娘对潘某有意。那今晚你便跟我走吧。恭送大人。 告辞。姐姐，他便是你选中的人吗？哼，或可一搏。也许我的夙愿，他能够完成。 你不是要离我远一点吗？跟我过来干嘛？大人深谙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你刚刚那招内部瓦解真是太厉害了。看来这个河阳离海清之首。少拍马屁。大人，你别误会，我是以为你要查坠楼案才来的。早知道你家人有约就不来了。上官芷，我不管你是查案还是干什么别的。 上官兰既然把你留在河阳，我就要护你周全。你再这么胡闹，护得了第一次，你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多谢大人仗义相助。